一个好课，课程内容很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应该是课程内容之外的一对一针对性教导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动作是死的，但是人是活的。每个人的肌肉类型、身体韧性、理解能力都是不一样的，将动作调整成最适合自己的不一样，在实战当中才会用的得心应手。但是一定会有人说，线上的教学肯定不如线下有效啊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线上的教学教的是更好的，线上的教学克服了空间上的距离，全国各地的球友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自己觉得最好的教练，并跟他进行远程学习。线上的教学克服了时间上的限制，不需要约好时间球馆见，你只需要把不对的动作发过来，我们可以随时进行视频通话，进行一对一的针对性教导，把动作调整成最适合您的专属动作，学习的时间会更多，水平的提升也会更快。线上的教学克服了高昂的费用，我线下一对一的教学是400块一小时，并且经常安排不过来。现在只需线下一节课的费用，每天只需不到4.5块的费用，就可以享受到3个月内不限次数的线上一对一针对性指导。总的来说，线上的教学付出的会更少，但是收获的会更大。只需你轻点小黄车，购买课程。